早安，午安，晚上好。今天要来做中秋节特辑。这个特辑我已经连续做三年了。第一年因为我没有朋友，所以是边缘人烤肉。第二年我加入公司有朋友了，所以是有朋友烤肉。那第三年是什么呢？今年我们终于接到业配了，所以今年是有钱人烤肉。那我们谢谢大润发，因为过去每一年中秋烤肉特辑都要花很多钱，今年有了大润发。听说他们的肉超级高级，而且都是美国直送的，然后海鲜也很新鲜。那为了配合这个边缘人，我体内的心果然是不会背叛我自己的。那为了配合今年的有钱人烤肉，我们当然也要做一些有钱人的实验出来。那这就是本次的计划，开始，可以吗？飞机破坏，有飞机哦。刚刚那不是飞机吗？我们是有钱人，所以有飞机很正常吧？那我家的飞机。好，啊，你这个人心地排超几年？我自己心中所想的有钱人，他们旁边都会有一个辣妹。然后那个辣妹啊，她就会帮助那个有钱人做一切事情，像是帮他剥虾、帮他烤肉、帮他干嘛，任何事情。所以今天我想要把我的人形立牌改造成三位一体智能管家，这就是我要做的实验。最快的道具做法建成的改造，最后一次哦。好。最后一题就是嘴巴的部分。嘿，来啊！哈，配合一下会怎样？再一次啊！哈，其实我是可以剪接的。三、二、一，嘿，还不错吧？因为它都是智能管家，我想要让它可以自己走。一体智能管家到底有多强呢？我们去烤肉嘛，我们第一个遇到的困难是什么？烤完的肉非常烫，它可以帮我们吹凉。那它的风力如何呢？三、二、一。这时候又有一个困难，当我们把肉一瞬间吹凉之后，叮叮叮叮叮叮，哇，王董打过来，一笔3000万的单子要成交，我们的肉凉掉了。所以这时候智能管家的左手就登场了，这是 Tube 哦，不断。它可以弯，但它不能整个就折起来。如果它被我们的智能管家的左手吹一下，大家看看，嘿，吹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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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，肚子都饿了。最后，智能管家的嘴巴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就可以喂我们吃东西。你只要把食物放进去，它就可以喂我们吃东西。帮大家戴护目镜，大家让智能管家喂你吃东西吧。来。二一，我们的智能管家已经做完了，我们理所当然也要买同样它等级的高品质牛肉。那我们就要去大润发 ，Go Go Go！ 有钱人的关键，嘿，大润发，多亏了大润发，让我们今年可以有钱人的姿态烤肉。那我要来看看它的肉到底有多厉害。这里跟我想象中的大润发不太一样，哎，你不觉得很腥吗？而且我以前是不知道有美食区的存在的，但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啊，不是为了美食街，而是为了他们最重要最厉害的美国直送牛肉，还有台湾在地高品质海鲜，听说便宜又大碗，我们来看看。为什么这样只要1000块？这个也只要700块，这个只要200块。我先看到这种100-200块的牛排，我都不会激动了，我已经心如止水了，我已经看腻了。超多的，为什么有些有打折？是因为他们的肉只放2天，第一天是原价，第二天会打8折，接下来就不会再出现在架子上了，所以才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新鲜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可以演个，哈，
的那个电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电影《烤肉之王》，好吗？打卡一些火锅肉片，一整柜都是猪肉跟鸡肉，实在是太多了，大家自己来可以看。然后在逛海洋博物馆哦，一周吃鲑鱼，不用担心不好处理，因为大润发都会帮你处理好。除了环境很干净之外，它价钱都标好了。干杯300块！帝王蟹，我们要支持台湾本土海鲜，澎湖大明虾，好肉的一切都在大润发，就是什么都买得到，我们就不用跑很多家店。如果大家不想等的话，可以用自助结账。这样就好，比我想象中方便很多。大润发连易宝包都有。我们都准备那么高级的肉跟那么高级的智能管家了，我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烤肉呢？所以我们来到，哇啊，全部被挡住了！哇哇！那个衣服是我穿的，老人家穿的呢。我们今天总是有钱人，你们就是那群吸血的亲戚，有钱人都有了，白纸要拔掉啊！你把袋子。感觉耶，我好像在拍绝境求生，不是拍有钱人的一天呢。一把手，哇，你在看乘风破浪的女子哎，给逆光哎，帅。一束光的瞬间，往斜这边看，这样，对。哎，这样很好看哎。帅炸了，给我，真好看哎！刚刚是被我的，你刚刚看，真的帅炸，真的帅炸。这张好看的照片背后，我都要吐了，不好。哎呦喂，好油，先不要。可是大家坐一起出游了啊，小心啊！大包围了。虽然我们没有比基尼辣妹，不过我们有大润发。谁最爱吃？烤烤妹。谁最会烤？味道香槟，香，像个男人，对，像个男人 ，OK。我感觉你没有跳出来呢。救生员大哥们全部正在就是搭讪胡克姐姐。我傻爆眼，这是合理的啦，这是合法吗？在他爸爸面前。爸爸把这里当死海在泡。哎呀，你那边水怎么那么多？我真的拜托你不要，你给我滚！海豚。
真的是度假哎耶！ Yeah! 好久没有碰到这个海水了耶！一个鲁滨逊那边，出海实在太开心。但是其实我们发现海上有些垃圾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保护这里。我要去吃肉，好累啊！我看有钱人上岸的样子。有些人上岸好狼狈哦！天哪！牵我，牵我，我学会游泳。真的假的？好狼狈。认错了吗？痛吗？这是今天的心得吗？椰冰牛五花。啊，好好吃！怎么那么好吃？是哎、欸，是这个大块一点的。超好吃哎、欸！为什么这样？这样牛肉如何？它的油花很丰富，而吃起来是不腻的那种，超好吃。嗯，在游艇上吃肉就是感觉不一样，很嫩很香。这个牛角排超好吃的，哎、欸，一整条啊，真的好棒哦！谁可以这样整条牛肉这样啃的？真的超好吃，我真的傻眼。你们家这一盒才七八百？啊？那大一盒啊？嗯，好好吃哦。那个牛花哎、欸、都不会干涩。整条这样啃嘛，这真的是天堂哎、欸！比脸大，这样一块才300多，真乐眼。大口咬肉的感觉怎样？好好吃，超好吃！怎么会这样？这样才300多块啊！哦，哦，一整件。哦，是吗？怎么样？干杯！真的啊，再干杯！帝王蟹脚里面都是肉，好扯啊！它肉不会那种很松，很这么大哎、欸，超肥美的。然后你拔开，它也没什么，它也没什么空间，它就是整只都是虾的肉，有蓝有，只有明在嘴巴里面，干燥的感觉啊，真的是炫！走下来也是吃了，好饿哦，一下去就饿哎。还好呢，要紧张要紧张。不老来跪下。我这里是什么跪姿？对呀。没爱耶，快正常一点。以后人生目标就是这一台了。好，好几岁？几岁？30岁以前买到，改你不可能。管家上钩！好，他睡觉了。证明海上这东西是没什么用的，因为风有点大，它很容易晃来晃就倒了。那我们谢谢我们的大润发。
然后赞助我们多多食物，过一个美好美好的中秋节。然后谢谢我们的管家，睡觉吧。请问这位是怎样？老板，虎克船长。Hello。睡三个小时的人，我觉得除了游艇真的很好玩之外，大润发的肉真的每个人都说赞，我们12个人都吃不完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大润发买买看，拜拜。